他来了，他来了，他接到稿子就来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小强。12月17日，讯，根据此前的报道，快船前锋科怀伦纳德今天参加了著名节目主持人 Jimmy Kimmel 主持的《吉米鸡毛秀》。Kimmel， 我们对你所知甚少，你会在星期二吃 taco 吗？哈哈哈哈。伦纳德，肯定的，我肯定喜欢吃 taco， 也许不会是星期二吃吧。但墨西哥食物是我最喜欢的食物，因为我来自南加州。Kimmel， 还有件事挺搞笑的，你的上一条推特是在2015年，当时你晒出了一个滑板。伦纳德，哈哈哈，这条可能都不是我发的，虽然我有个推特账号，但我压根不知道这个账号的密码。And， 他走了，他走了。右下角点个赞，再走啊，老板。